中央山脉大纵走，来到以连绵草原和湖泊成串美景著称的能高安东军等级。连续十几天的雨势，迷雾笼罩的草原，把美如梦幻的想象彻底化为虚幻。一行人在凄风苦雨中勉力推进，当时麦哥便许下承诺，有朝一日要重回能高，在朗朗晴空下记录中央山脉这一段无法复制的美景。时光荏苒，我们完成了一段又一段的台湾踏访，对于中央山脉主脊上的这段美景却未曾过望。终于在人员齐备、准备充分、天气放晴的今年夏天，一行人再访中央山脉。出发前仅有的小缺憾是能高古道路滩中段，我们选择了一条队伍里没有人走过的非典型路线。历史悠久的路牌、依稀的山径，并未增添多少困扰，反而有更多探索的乐趣。几位新手上路的原住民向导信手拈来的生动演出更是效果十足。然而遥远的热带海洋上，一股扰动和上升气旋却逐渐酝酿成三台齐发的一场大乱斗。我们和能高大草原的约会不知该怎么收场。台十四甲线省道一过埔里开始爬坡，多数人就会不自觉地切换成玩乐旅游的心情。如果过了雾社右弯继续走省道的主线，要不是去庐山泡温泉，就是踏上能高月岭古道健行登山。但麦哥今天的行程很不一样，过了云龙桥之后没有多久，车子转向了庐山温泉。这里过去有天下第一泉之称，现在虽然有些冷清，不过毕竟是温泉乡，大家多少期待麦哥会停下来泡个汤再走，但他却对路旁知名的麻吉摊子视而不见。泡汤这事看来是泡汤了，但过了桥能去哪呢？好久不见庐山温泉啊，真的好久没有来到庐山温泉了。那在庐山吊桥的下面，还是可以听到浊水溪上游的溪水潺潺的流过去。庐山温泉它历史非常的悠久啊，日本人就称它为富士温泉，所以它开发的很早。那这边算是一个温泉的圣地啊。不过这几年呢，人气稍微锐减一点。那今天来游客也比以前少很多了。那庐山温泉这个地方呢，它刚好是浊水溪的上游，在吊桥下面这个就是发源于中央山脉。能高这边的塔罗湾溪，在下面一点点就会汇流这个马海湖溪哦，最后会流到浊水溪，形成浊水溪的上游。那今天来到庐山温泉，不是要来泡汤的，而是要实践之前大众走时候许下的一个诺言哦。当能高草绿的时候，天气转好的时候，再走一趟能高安东军啊。这是我们当时大众走经过能高安东军的凄风苦雨中许下的诺言，那这次特别要来实践。但是不同的是，我们这次走的路线跟以往爬能高安东军路线都不同了。以前去能高安东军走的都是从屯园走能高月岭古道到天池，以后转进中央山脉主脊走能高安东军。那因为这一段路目前坍方是封闭的，
所以我们选择了一条新的路线。我们这次要走的是能高主山西仁，起点就是从庐山温泉往上走，会经过一座再生山，也就是安达山，循着能高主峰的西仁往上走，然后接到中央山脉，就直接接到主峰下面，继续走能高安东军。所以这一段的起点算是一个崭新的路线，不过这条路线目前很少人走，所以它的路况对我们来讲也是一个挑战，必须要找到路。所以我们在接上中央山脉前的大概两天半是一个考验，不过也是一个新的路线，应该会有新的收获。那我们待会就前往上面的登山口跟向导会合。真的是老话一句啊，出发就是成功的一半。我们从庐山温泉开始往上走，产业道路弯弯曲曲，蛮多岔路，所以刚刚找了一下路，耽误了一点时间。再生山这个登山口后面这一段必须要有四轮传动，那就一般的轿车或者厢型车的话，大概只能在下面比较宽的地方，那就要停下来，然后换四轮传动。那今天刚好向导有两台四轮传动车，所以我们刚刚就在那边花了一点时间上上下下接驳。也很久没看到向导，应该过去跟他们打个招呼。那这次向导呢，有很多老将，那也有很多新秀来哦，那我们来认识一下我们这一趟再生山能高安东军纵走的向导们。哎，好，哦，一看到是老将啊，老将我是在前面。哎，东埔村的，哎，老大哥，哎。哦，今天你代表东埔村出来是吧？对，老将出来，老将哈，努力八后回来也一段时间没有一起出来了。对对对。哦，听说今天带了蛮多东埔的子弟兵来哈，有大概五个。哦，有五个啊。哎，村长阿进，阿进，啊，那个，哎，今天望乡是觉得东埔要拼过了。不是，因为现在我们是农忙时期嘛。听说小福就是因为这样子就没有来了。对，他说临时出来。这样子，跟我们爬山比较不好赚啊。采番茄比较快了，比较快、哦，赚比较快。哎，对对对，浊水县的代表啊。浊水县啊，浊水县是代表哪里？地利跟双龙啊。哎，那小田呢？小田他最近在忙啊。在忙啊。哎，他的龙须菜啊。哦，他在忙龙须菜。对，龙须菜现在价钱不错。这样子。那个小胡是番茄，对，那小田是龙须菜，对对对，要采收是吧？对对对，最近很忙，所以他也放弃爬山了，忍耐一下了，可能这几个月就应该可以复出了。对，下一趟还有下一趟就复出了啦。你的接班人，蓝教官，还有这个资深的蓝教官了、啊，介绍一下，他是蓝教官。蓝教官，这次好像比较瘦一点呢。哦，有吗？有，太阳晒瘦了。晒瘦了，对，你看已经晒到流汗了，这样子哈。对，好，这是我们的老班底啊，沿途再帮我们多讲一些笑话。哦，好，哇，好，那再来就是这个东埔村的，东埔村有五位哈，来看介绍一下，村长大哥，来帮我们介绍你们的。这一位是李贤华，李贤华，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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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自我介绍一下，他的名字叫打海，东埔。东埔一林，打海，然后住东埔一林。对对，我们有十天的行程了，预计是十天，那希望我们能够顺利的完成这样子。OK， 你好，这位是，这位是阿东，阿东，你好，你好，好，你好，我是东埔的，东埔，对，那自我介绍一下，我是东埔，我叫阿忠，忠贤。那你平常都在忙些什么？大部分都是一起登山，一起走一走。哦，也都有在爬山这样子。对对对对。OK, 好，下次去你那边洗温泉了。啊，这是一定要的。有哈，在温泉状况怎么样？嗯，是比较少了，是不是？走不下去了。还是有。好 ，OK。有野溪的吗？嗯，也有。也有野溪的。好啊，下次去东埔洗一下温泉。对对对。帅哥，哇，你很爱国呢。你好，支持一下，支持一下。
这什么包包？中华民国。我的恋爱国。我说你很有造型哦。哇，又戴一个这墨镜。太阳戴大。有拍广告吗？目前是还没啊。可能会导演看到他蛮适合的拍广告的啊。来自我介绍一下。我叫史贤辉，他母语叫 Nabu， 也是东埔一林的。你们都有亲戚关系吗？都有。都有血缘关系哈。好，年轻人几岁啊？今年？今年22岁。22岁啊、哦！哇，前途无量，那加油啦！好，加油加油！哦，真的，这包包真的蛮特别的。哎哎呀，这个应该见过啊。哎，对，志伟，志伟，志伟，我叫志伟，你叫关公。哦，关东，关公，关公。哎，为什么会叫关东的名字？哎，有人叫志伟，长得像关公。哦，哎有哎，有那个胡子啊，型蛮立体的，眼睛好有点凤眼，所以叫关公。对，关公对。哎，那你是住？我住阿青万乡。哦，你是万乡的。哎，对对对。啊，又多一个万乡、啊。你好，你好，你好。对，我记得上次去圣诞节的时候去你那边，有遇到你吗？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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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了。啊，加油加油。这一趟东埔五位，反正大家都是一家人嘛，都是布农族的好朋友。那我们已经到了再生山的登山口。菜园登山口，那这边海拔是1400公尺。那因为我们今天的行程稍微慢了一点，所以我们待会呢可能走不了多远就要准备扎营了。而且我们是不是要水源也要准备啊？是，因为上面没有水源的话，一定要从这边背水上线。因为从资料上看，中间会经过几个裂寮啊，可能有水，只是说我们走得到走不到。一般所谓的裂寮附近一定会有水源，可能会有水，就怕我们。行程比较慢，会有点 delay。为了安全起见，我们还是带一些水上去好了。对，等一下会背水。本来是预计过再生山安部，那边蛮空旷，应该蛮适合扎营的。可是如果说在路途中的话，就比较密闭，今天可能走不上去。我们先把庞大的装备啊整理一下，好，我们再精简一下装备，因为装备是越来越多，摄影器材越来越多元化，天上飞的、水里游的、路上拍的器材是越来越多啊，然后再整理筛选一下。还有我们这趟行程预计是要走10天哦，接到能高以后走中央山脉，安东军后下奥安大出去。好，那我们就整理装备了。好，好，整理装备，整理装备。今天打包，所以花了比较多的时间，整个打包好了，那我们准备要出发了。那出发是非常快乐的，未来有将近10天的行程啊，我们还是要非常审慎，然后非常的注意安全。入山之前，对这个山神有一些敬畏，祈求整路啊，所有的人员都能够平安的啊。哎、阿庆，对，因为我们现在都是信奉耶稣了嘛，基督教跟天主教，所以我们还是以我们的宗教来为我们大家来祈福。麻烦大声的跟我们低头祷告。Istimewa untuk singha syada dada tu sama kami sama siamas itu hanyan dipin jisunimas inam tu kate iskala dada syaludun sing kilimas inam tu nasaun madami nunimas inam tu lumah tu ikmayun itu misi kikngap mabes tu malala tu sama kami sama tu mahtong kesu isu tu singha isu tu teklas tamasat mahtu ikmayun dami misnesia itu hanyan dipin.Susia mas sukanah tungtu singku kuda musa sutu inam tu singku awan tu tamacina wabadat siami lokodo lumah isa dahai aida pa pantu isya bahtan suang tu singa sihui sukuang mahtu kutun malas kumas nekja amin ake minam mudadan saya babang kemi ma isu tu tamasat isu tu hansiap mahtu ikmil dami isya tuan di tu singku kuda dipin mau cakai minam mudadan tu tanah say untuk pampungut pasya mas istungan su situAmen. Amen. 祷告完了，大家就更安心，那也会更有信心了。嗯，那出发前，我们还是要让大家振奋一下这个精神啊，因为今天的重量是最重的一天了、啊，每个人都超过30公斤了。OK， 所以我们出发前，我们加油一下，给自己还有所有的队员鼓励一下。那今天是东山大哥吗？啊，来来来来来，哎，来来来，拍完字，哇！出发！好回来！哎，这又又又，哎呀，又几顿了！快个狼的！哎呀！
MIT 台湾制重装列车再次出发，为的是中央山脉主脊上的青绿草原和美丽的湖泊。那是大纵走时许下的诺言，感觉上很像是那首老歌唱的：葡萄成熟时，我一定会来。不同的是，队伍里有许多新面孔，当时不觉得有异，后来才发现我们这群人不是汉族就是布农族，踏上赛德克族领域，还乐乐等的用布农族语向祖灵祷告。几天后，我们才警觉布农祖灵鞭长莫及，还是得靠赛德克老友即刻救援。哦哦哦！哦，走进森林里了。从登山口出发，海拔大概1400，那走一小段产业道路就会进到安达山再生山的森林里啊。一开始走很热哈，有流汗很多，流很多汗啊。因为从这边开始一路陡上，一直上，拉到中央山脉，所以在这两三天哦，几乎都是上坡啊。所以会比较辛苦一点，那尤其今天水源不确定，所以我们又背水啊，东南大哥上面都有水袋，每个人都会有一个水袋，往上推，看哪边比较适合扎营，我们就当面扎营。因为现在时间是大约4:30，夏天天黑比较慢，预估会走到6:30左右。哦，加油，加油！云龙桥位于南投县仁爱乡台14县省道上，连接春阳与精英两个聚落，长134公尺，早年为原住民搭建的竹桥，日据时期代之以铁线桥，后称为龙云桥，但因为曾任云南省主席的龙云将军投共，改名云龙桥。目前的钢拱红桥为民国74年修筑。加倍啊！不过流汗流得很痛快啊，很过瘾。我就稍微热了一点，我以为这海拔已经1500了，所以稍微再休息一下，它就慢慢就凉下来。但是因为如果在爬山的话，运动量大，所以就还是汗流满身啊。尤其现在是夏天，温度都比较高啊，所以走起来还是蛮累的。加油！向导现在都在休息的，因为这条路原则上都是走人线。从能高主峰那边往西这样延伸下一条人脉哦，这样一直到庐山温泉。那这条路走起来，因为都是上坡，比较辛苦，比较累一点，所以难怪大家如果能选择的话，还是都走比较平坦的能高越岭古道啊。因为毕竟古道第一个修得很好，比较平缓，上升速度比较慢，走起来轻松多了。不得已，很少人要走这边上啊，不过也可以试着走走看。因为过去有些登山前辈都是走这条人脉，走一条新路也是不错的选择，不同的感觉，不同的风景。那因为现在能高越岭古道已经封山了，所以就来开辟这条路走走看，第一天走，大家都走累。自从发生了921地震，台湾的山在一次一次的风灾地震之后遭受重创，越来越多过去山友利用的林道、山径受损封山，爱山的人不免感慨，可以探访的山头和步道越来越少。 MIT 台湾志11年来拍摄的风景，
很多地方难以再访，只能在画面里追忆。另一个让人感伤的是，山林不老，我们的拍摄成员却逐渐年长，有些我们倚重的向导背起重装都让人于心不忍。庆幸的是，这趟旅程加入不少生力军，他们体格精壮，蓝教官一半打趣一半感慨地称呼他们是选手组，有他们在，我们都成了只剩一张嘴的老年组了。现在时间傍晚6点整，所以是到扎营的时候了哦。我们现在走到海拔差不多1700公尺左右，这边有一个比较大的平台啊，所以考虑要扎营，因为现在天色也慢慢暗下来了，像太阳下去了。今天扎营天快天黑了。哦，像我们才走到2个小时呢，是不是太短了？快没有电池了。对，我要帮很多观众问一下，小虎还好吗？目前很健康，越来越胖了，也是应该要带出来运动一下。哦，胖起来了。听说现在小虎是最红的明星了，比人还红啊。现在来我们部落不会来看蓝教官跟阿青哥了，直接来问小虎还在吗？听说上个礼拜有60几位山友特别去万乡去看他。对，我还以为说要来看我，结果这跑去丰丘看葡萄园看我的那个小虎那只狗。所以小虎现在的工作是在看葡萄园啊。对。哦，就是没有爬山，他的工作也是农忙嘞哈，要看这个葡萄园。他是我们的是有狗农场嘛，有那边有3只狗负责葡萄，所以有狗农场。哦，要看好了，不然对大家会误会以为哎怎么不见了？保证还在了，现在很健康。哦，好吧，天色慢慢暗了，我们留一点天光哦，整理营地。对，在这条人线上，他们都比较窄，那这一块哎突然间开了，我们就这边扎营好了，那也当作适应天了哈，大家适应。好，因为未来的路程还很长，大家适应一下好了。好啊，一起忙了。好，整理营地了啊。好，扎营了。对，蓝白大外帐，蓝白超级大外帐。我让怎么去？容易。这很便宜的外帐，它这面积很大，最适合我们这种大团体哦，就需要一个大外帐。那一般我们8人外帐就稍微小了一点，那因为我们有很多器材啊，还有人员要活动，所以外帐就比较简单。但它的缺点就是耐用性比较低一点，遇到比较大的风容易破掉。但是对这样的一个大团体的还蛮适合的，面积很大，人员可以在里面活动，尤其我们有很多摄影器材。怎么固定一个地方了？那山里面比较不会有，万一半夜下雨。下雨应该不会了，脚会痛。好，小心。哎，这个器材放这边嘛，这边。你这次装备很特殊啊，我们这次带了2箱这个，那里面装的就是小白飞行器啊，因为之前已经有过坠机的记录了，我们这次。准备一台，这是准备两台，然后电池也准备了10几颗，因为一颗电池大概只能飞10几分钟而已，所以我们电池准备了10几颗，那准备2台，所以就希望能够把台湾最漂亮的高山草原、高山湖泊、民高安东军虽然纵走的景色哦，把它拍下来，所以我们就是一次就带2台飞机上。一定要看到，一定要。咱们兄弟，祝妈妈张梦大厦。啊，这是停机坪啊，这是机棚啊。这个是跟帐篷一起的吗？不，没有一起，就这样摊开就可以。哦，哎，这个很好呢，是吧？对呀，那个可以，这个还没用过哦。哎，新的还没用过。要备菜。这真是哦，阿米。你吃它都呢？这个也要厚一点。哎，你应该比较了解那个土生在那里。好，我现在找。他是说三人，那三人怎么？两个人刚刚好了。你那边就是我们这边吧。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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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最后可以把它收起来。哦，这样啊。真的，这样四个脚啊。哦，好，两边的脚先用。这个营地我们称它再生山前营地。民国60年代，台湾登山前辈林文安曾经从能高主峰直下再生山，但当年他应该没在这里扎营停留。说起扎营，这趟行程猎人搭帐篷特别认真。早年布农猎人上山，一把山刀，一包盐巴，一些火种，就能过个10天半个月。搭帐篷、烧瓦斯炉这种事根本多余。猎人这一辈从小就被长辈带上山，枯枝木柴生一虫火的就被留在山上自己想办法。猎人还说，族人要是搭帐篷盖睡袋会被祖灵当笑话，但在这里更惨，还会被赛德克的祖灵看笑话。现在猎人已经在教育孩子山林之事，据说他是搭帐篷、烧瓦斯、铺睡垫，把孩子伺候得好好的，就怕孩子下次不跟他上山，祖灵看了也只能莫可奈何吧。哇，今天很棒哦，天色还没有完全黑，我们就要开动了。因为今天的晚餐比较简单，比较快速，而且我们今天吃的比较简单一点。对，因为那个水都是背上来的，如果一定要照我们过去的四菜一汤的话，可能水不太够了，而且太浪费了哦。对，因为大家背水上来是很辛苦的，所以我们就简单煮面。虽然是面，里面的料也是很丰富啊。很久没有在山上吃饭了啊、哦。陈警官，哎，好，就尽量煮。尽量出啊！哦，猎人，有，你是接班人，你要有新的那个笑话，那你要当接班人了。吃饭啊，大家来吃饭啊！吃饭啊！哎，东埔的，东埔，哎，东埔的要来啊！东埔在选手村里面。哦，选手村啊！东山大哥，来了，吃饭了。来，大家一起来。这边是选手村啊。对。那我到老人组好了。选手。啊，关公来，小关公，为什么都不敢吃？来，很快。今天吃还不错，然后早点吃饭，晚上还可以聊天啊，唱个歌嘛，哦。晚上好像有节目啊。对，你每次说有节目，后来都没节目。在一八后也是啊。有啊，后来不是有办？有吗？我练上了，练了半天了。哦，用力出，没有辣椒吗？我那个小辣椒已经采了，小辣椒，小辣椒真的是吗？那个最辣椒香啊，真的贵，被你弄到像这个调。小辣椒现在正是修棍棍的政治话题。还好我们的向导很灵巧的把话题从小辣椒转到蓝教官种的牛番茄，本来很可能火花四射的名嘴论证变成温馨的今日农村。但是年轻人习惯重口味，农业话题维持没多久，选手村的选手一个个倒地梦回东埔的温泉乡了。庐山温泉位于南投县仁爱乡，据传早年原住民猎人追捕猎物时来到此地，发现温泉有疗愈伤势之效，视之为神泉。日据时期此地大规模开发，称为富士温泉或歌泽温泉。光复后，先总统蒋公认为风光与大陆庐山相似，改名庐山温泉，有天下第一泉之称。目前因地质敏感，盛况不似从前。重返能高安东军的第一夜，一早就被鸟鸣声叫醒。和前阵子在花莲莲花池相比，这里的鸟叫比蝉鸣还惊人。向导半梦半醒间掐指一算，至少有5种以上叫声不同的鸟。心不甘情不愿地起床，这些不太打鸟的山林子民居然只闻其声，找不到一只小鸟。不
不知道是不是麦哥一句蓝教官的接班人，猎人似乎压力太大，晚上睡不好，早上爬不起来，大概是受儿子影响，睡袋裹得严严实实，未免有失布农好汉风范。在赛德克族地盘上，大家言谈行动都收敛很多，连麦哥都谨慎起来，一早起床就摊开地图研究路线。早，今天天气晴哦，那太阳已经从山上那边照到森林里了，那我们营地这边也照到太阳了哦。那我们现在扎营的营地就是在安达山往西这条人脉哦，延伸到海拔1700公尺左右这个地方，所以这个点这个营地呢，离登山口的距离还蛮近的哦，应该不到1公里。那这边离庐山温泉蛮近的，所以我们都还可以听到一些车声。今天预计往安达山这个方向走，大约走到海拔2100公尺的地方会有一个岔路。那这个岔路呢，一边可以上再生山，另外一条路它就是腰绕，这应该是过去的猎径了。因为走这个猎路，也许会有一些水源地。就资料上这些岩壁，也许有滴水，我们看看能不能在那边取水。到这边另外有一个岔路口，我们可以把重装放在这个地方，上安达山下来，继续循着能高主山的西岭一直往前推，那应该会经过东安那个营地。那一般爬这条人脉的呢，第一天都会住在那个东安营地，因为那边去取水好像还蛮方便，那那边也比较宽广，水源就是在马海瀑溪这边，可以来这边取水。那我们今天目标是希望能够超越东安营地哦，因为我们昨天是差不多下午4点才开始走哦，所以走了大约2个小时，所以推进的距离就比较短一点。所以我们今天目标除了要经过这个东安这个营地，就是再生山东安这个营地之外，希望能够继续的往上推哦，看能推到2731峰，因为这个地方也是比较宽广。马海瀑溪或好的湾溪两岸也可以去取水哦。那希望是能走到2731峰，不然就是要到东安营地，那这样行程就会稍微慢一点。哎，所以我们希望能够越往上推，越接近中央山脉会越好，因为明天开始这边就会陡上，落差会比较大一点，所以我们今天就尽量往上推，明天经过2958，一直推到中央山脉主垒，到能高山就可以推到台湾池营地或大陆池营地。随手在地图上比划，感觉台湾池、大陆池都近在咫尺，明天就能重回中央山脉的青绿草原，弥补大纵走凄风苦雨的遗憾。猎人打包的两具飞行器也能在那里飞览草原湖泊美景。但实情则是，我们完全低估了这段路线的难度。再次登上能高大草原，已经是好几天后的事了。OK， 我们要准备出发了。因为今天的落差也会蛮大，如果顺利能够推到2731峰的话，落差也是差不多1000公尺啊。那没有1000公尺，也是500-600跑不掉，所以我们还是要热身一下。那今天是阿浪教官没有来，不过没关系，我们现在有运动选手啊哈，最年轻的运动选手拿布，哇，你是从事哪一项运动？拔河运动。拔河啊、哦，嗯，哦，很力量哦。拔河的话，主要用到手的力量比较还是脚？全身肌耐力都会用到。全身肌耐力哦，怎么讲、嗯？因为拔河是属于静态运动，完全是要靠身体的肌耐力，就手、核心、大腿和小腿都要同时出力，啊，抵住对方力量，所以那个核心力量要够强。哦，因为它是讲拿，两方互相那边僵持啊。对对对。对，所以算是静态运动。这样子哈、哦，那在拔河运动的时候也是会做热身操嘛？会。那我们爬山也是可以运用得到嘛？用得到。OK， 那我们就请这拔河选手拿布。那带我们做这个热身运动，好不好？好，来啊！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一、二、三、四、五、六、七、八、腰部，腰部运动，三、四、五、六。七、八，往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膝盖。一、二、
三、四、五、六、七、八，反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好，弓箭步，好，好。热身运动一向是蓝教官或阿浪带动，但每次都是嘻嘻哈哈玩笑成分居多。第一次见到认真的教官，反而有种奇妙的喜感。底下队员笑闹依旧，怪动作比从前更多。看在认真的那布眼里，不知道会不会决心再也不带热身操了。乾坤朗朗，阳光温煦的美好清晨，大家心情愉快的迈步起身，一点都不晓得艰难的前景就快临头。能高越岭古道西起南投雾社，东至花莲同门，全长83公里，步道沿塔罗湾溪蜿蜒于连绵群峰中，越过中央山脉能高山安步，而后下木瓜溪抵达花莲。早年曾是赛德克族往来行猎的社鹿，日据时期为了有效管理原住民，1917年修筑能高越警备道，沿途设置屯园、尾上、松园、天池等10余座住在所，并以飞瀑流泉、吊桥峡谷等景致成为极受欢迎的登山健行路线。光复后，台电为平衡东西部电力，由孙运璇先生率领工程人员沿古道架设东西线输电线路，古道也因为台电维护线路始终保持通畅，还曾被公路单位规划为东西横贯公路的预定路线，但因地质条件脆弱并未贯通。近年来几次风灾地震造成古道多处毁损，截至民国104年8月，道路仍处于封闭状态。看到前人的足迹了，这边竟然有这个登山的指标啊，就过去登山立的这个牌子，这边有写往能高主峰，哦，往这个方向过去，表示这条是过去攀登能高山的时候，有人利用这条人脉来走的。那下面还有一个掉下去的牌子，这已经断掉了，因为这是年份蛮久的。这边有写往庐山温泉啊，哦，它应该是往这边，因为年久了。已经崩坏了哦，也掉下去了。不过从这个路标就知道说这条人脉是过去有人利用来爬这个主峰的，要放回原地好了。哦，所以我们一路应该会陆续会看到像这样的指标在这条人脉上。休息一下，喝口水，补充一下水分呢。那夏天爬山的话，汗流的很多，所以要适时的休息，然后适时的补充水分。不过这个喝水的原则就是说，也不要狂饮了，也不能牛饮了，因为在山上水是非常的珍贵的。那第二个是因为我们一走路就会大量的流汗，所以也不要说在一个时间呢。就把一瓶水就喝了一半，或者把它喝光哦。那第一个就是水会不够，待会走路的时候喝了太多的水，又会大量的流汗，把这些水分都流失掉了，那反而会很累，而且水就会越喝越少。所以要适时的会调节这个喝水水量，就是喝一口，然后含一下，含在嘴巴润喉，慢慢吞下去，然后再喝一口，再吞下去，然后就是适时的补充。因为爬山算是一个长时间的运动哦。所以它除了要有基本的肌力之外，就必须有肌耐力啊。
但是它是慢慢的往上爬的，就是我们爬山就是把这个力量要平均分配，不要一下子就是像有山头要冲上去，可能这个力量呢在上午就把它用光了，那走到下午的话那就会很辛苦，所以我们步伐通常要依照自己的体力，然后慢慢的走，配合自己的呼吸这个频率，然后步伐这样一步一步慢慢走，因为它是类似有点像长跑一样，它就是要调节自己的呼吸，然后调节好自己的步伐，慢慢慢慢走，那大约走个差不多一个小时左右就可以休息一下，休息个五分钟啊十分钟，不需要太长时间的休息，那除了走了很长的距离以外，时间也走了几个小时，可以做一次比较大的休息，那在整天的分配上按照整个队伍的状况，个人的体力还有身体状况做适当的调节，这样整个队伍呢就能够平均的平安的到达目的地，这是一个整体的行动，所以要考虑整体的身体的状况还有体力的状况。现在海拔是差不多1900，那我们已经遇到了第二个指标了，那这些指标也许是过去早期林务局啊，还是说登山协会他们立的，应该是林务局吧，那时候立的指标，那现在都还看到，刚看到有一个 6.2K 往能高山的指标在这边，那现在大家先休息一下，待会再往上走。路牌上写着往庐山5.2公里，庐字还加了个草字头，无论用字和形式，这块路牌显然年代久远。庆幸的是，目前为止这段路不像能高古道那样崩塌残破，也没有需要高绕低切、砍树开路的状况。一行人走着走着就想歇下来，享受清风徐来、鸟鸣啾啾的山林情境。马海湖溪是浊水溪上游支流之一，发源于能高主峰与能高南峰之间，于庐山汇入塔罗湾溪，随即于春阳注入浊水溪，溪流中上段都没有人为的开发，一年四季水量稳定，水质清澈。雾社事件中马赫坡头目率领族人死守的最后据点就在马海湖溪畔的岩洞中。加油加油，你也不能动啊，后面推一下，后面推一下，你哎，哎，拉回来，拉回来，哎，卡住啊，哎，哎，先过再用喘住，你哎，帮我试试看。你刚刚那个有点太往左，我表演一次看看。啊，他今天要示范了。嗯，你膝盖盖，你什么不定？传统的不能组比较可以哦。哎，总不能。改良的不能组比较困难一点。阿信，哦，传统的不能组还是比较厉害的。比较过。对，个太高了不好做，所以阿青还是过得来。这样之前练的就没办法过了，不然背包都很大都不好过。这位是谁？再低一点，再低一点。阿松啊。对。有。这个也是改良的。好啊。再低一点，咱们空空低一点。再低一点。够够。够。打嗨，慢慢打嗨。
OK， 小猎人再一次。啊，应该是脚步嘛。啊，这他们没有指挥啊。猎人的腿太长了。有，每次被装备呀。对啊。哎。加油。哎。再来。哎。到。哦，我过不了，我过不了。团结。太可怜。你怎么可能？就是。太丢脸了。我们的向导是天生的演员，路上的导牧，身上的背包，信手拈来就是一场趣味十足的表演。这样的表演不但解除了自己的窘境，也让旁观者因为同伴困境产生的压力减轻不少。他们不但是杰出的表演者，更处处展现他们的体贴善良。至于蓝教官，他缓慢而稳重，把表演机会让给年轻人，但是大家清楚，重要的时刻他一定会压轴演出。祝你在哪里，帮助你将早来早起早来早不到，世界上只有你一个阿祖。行进间，东山大哥唱出略带哀伤幽怨的歌曲。往后几天，阿朱小姐的故事和我们的命运又会如何纠结缠绵，请大家继续看下去。